公送论语为政篇第二。子曰：为政以德，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。子曰：诗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思无邪。子曰：导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明勉而无耻；导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。子曰：吾十又五而志于学，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，六十而耳顺，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。孟懿子问孝，子曰：无为。凡辞欲，子告之曰：孟孙问孝于我，我对曰：无为。凡辞曰：何谓也？子曰：生事之以礼，死葬之以礼，祭之以礼。孟武伯问孝，子曰：父母为其疾之忧。子游问孝，子曰：今之孝者，是未能养，至于犬马皆能有养，不敬何以别乎？子夏问孝，子曰：色难，有事弟子服其饶，有九事先生传，真是以为孝乎？子曰：吾与回言终日，不为如鱼，退而省其思，一足以发，回也不语。子曰：视其所以，观其所有，察其所安，人焉收哉？人焉收哉？子曰：温故而知新，可以为师矣。子曰：君子不器。子贡问君，子曰：先行其言，而后从之。子曰：君子周而不避，小人避而不周。子曰：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。子曰：恭乎异端，斯害也已。子曰：由，悔如知之乎？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也。子张学甘露，子曰：多闻缺矣，慎言其语则寡尤；多见缺殆，慎行其语则寡悔。言寡尤，行寡悔，路在其中矣。哀公问曰：何为则民服？孔子对曰：举直处诸枉，则民服；举枉处诸子，则民不服。季康子问：使民尽忠以劝，如之何？子曰：盈之以庄，则敬；孝慈则忠；举善而交不能，则劝。或谓孔子曰：子奚不为政？子曰：书云，孝乎为孝，友于兄弟，思于友政，是亦为政，奚其为政？我以为政。子曰：人而无信，不知其可也。大车无泥，小车无辙，其何以行之哉？子张问：十事可知也。子曰：殷殷于下礼，所损亦可知也；周殷于殷礼，所损亦可知也。其祸既周者，虽百事可知也。子曰：非其鬼而祭之，惨也；见义不为，无勇也。论语为政篇第二。子曰：为政以德，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。子曰：
诗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思无邪。子曰：导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明勉而无耻。导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。子曰：吾十又五而志于学，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，六十而耳顺，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。孟懿子问下，子曰：无为。凡辞欲，子告之曰：孟孙问孝于我，我对曰：无为。凡辞曰：何谓也？子曰：生事之以礼，死葬之以礼，祭之以礼。孟武伯问孝，子曰：父母为其疾之忧。子游问孝，子曰：今之孝者，是谓能养，至于犬马，皆能有养，不敬何以别乎？子夏问孝，子曰：色难，有事，弟子服其劳，有酒肆，先生馔，真是以为孝乎？子曰：吾与回言终日，不为如鱼，退而省其思，亦足以发，回也不语。子曰：视其所以，观其所由，察其所安，人焉收哉？人焉收哉？子曰：温故而知新，何以为师矣？子曰：君子不器。子贡问君子，子曰：先行其言而后从之。子曰：君子周而不闭，小人闭而不周。子曰：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。子曰：恭乎异端，斯害也已。子曰：由，诲如之知乎？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也。子张学甘露，子曰：多闻缺仪，慎言其语则寡尤；多见缺殆，慎行其语则寡悔。言寡尤，行寡悔，度在其中矣。哀公问曰：为何为则民服？孔子对曰：举直触诸枉，则民服；举枉触诸直，则民不服。季康子问：使民尽忠以劝，如之何？子曰：临之以庄，则敬；孝此，则忠；举善而不教，不能则劝。或谓孔子曰：子奚不为政？子曰：书云，孝乎为孝，友于兄弟，思于有政，是亦为政，奚其为政？子曰：人而无信，不知其可也。大车无泥，小车无月，何其以行之哉？子张问：十事可知也？子曰：殷殷于下礼，所损亦可知也；周殷于殷礼，所损亦可知也。其或计周者，虽百事可知也。子曰：非其诡而计之，谄也；见义不为，无勇也。恭送弥勒救苦真经，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非亲，灵宝齐如灵山地，拈花印证考三圣，堕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，天真收元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，云雷震开悟极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，亲在人天中华母，九连圣教归上圣，天花老母垂玉线，收元显化在古
东，南北两极连中绪，浑圆古册在中央，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隐山前对河童。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。是得西来白娘子，香儿点铁化成金。每日至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。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。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拴驿马念无声。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。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。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是灵童查得清。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朝救众生。救苦天尊来救世，清点文部接地神。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。警领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，扶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发显神通，扯起罩旗遮日月，头顶森罗七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帅首，束青珠二挂甲兵，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，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，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，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三阳弥勒尊。吾皇赐令即下生，收服难言归正中，来往照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。婴儿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。持念一遍神通大，持念两遍得超生，持念三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。修持劫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。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，时刻一刻在刻三刻四刻五刻六刻七刻八刻9刻10刻熟。爱祥祈福诵经回向文，弟子姓氏姓女，请各报自己姓名。姓女王佩仪，弟子陈荣洲。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功转成，功转成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子女。恳叩请辞，恳叩请辞。弥勒祖师，弥勒祖师。南海古佛，南海古佛。济公活佛，济公活佛。月会菩萨，月会菩萨。慈悲作主，慈悲作主。祈求战争止息，世界和平。祈求战争止息，世界和平。祈求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祈求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世所至道，圣旨昭格采纳。世所至道，圣旨哉昭格采纳。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。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。
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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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各位点传师、各位灵人、各位前显后学，今天导读到这边，谢谢大家，晚安。好，感谢佩仪讲师为我们导读。好，感谢各位前显大德一起来护持诵经，大家晚安。哦，灵人晚安，感恩啊，晚安前显慈悲。好，大家晚安，晚安，拜拜，再见喽。好，拜拜，感恩再见了，感恩护前显慈悲。感恩各位点传师慈悲，各位点传师、各位领任、各位副领任、各位组长、各位堂主、各位讲师、各位前学们，大家晚安。哦，林前贤晚安，林天进前贤晚安，哦，林离香前贤晚安。